是什么？对，然后我最近啊，就是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。有多厉害？请讲啊！这个是好莱坞的名媛们现在就是非常行，它是人体的费洛蒙，就是它这个味道会就是吸引男生跟女生，真的吗？然后会好花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是需要的。然后有听过吗？香水吗？不是香水，费洛蒙这个东西很久以前就有，然后有很多品牌做，那以前都做小小罐的，对，然后它可能点在鼻子下面，或者是就是在，其实是点自己还点对方，自己，它其实闻散热的地方，会散热，容易流汗散热，然后是香烟就会，地下可以吗？这边，这里，喷香水的地方，对对对，是是，然后就是以前在美国的时候，他们也有说可以擦在这个地方也可以，那其实就是每个人其实他身体都有，我们都有荷尔蒙，大家知道荷尔蒙的，可是费洛蒙 pheromones 就是很少人知道，但是每个人都会散发出来，其实动物好像也有，就是会吸引到异性过来，所以有些人比较多，有些人比较少，那你觉得你可以，这是狐臭吗？应该不是，因为应该会赶走一些吧。它只是一个，就是让你更有自信的一个产品。对啊，对啊。我觉得很厉害，然后无形中自己就会觉得自己比较有魅力啊？有吗？啊，就差不知道，可是自己会感觉，就是还比较会让你更有自信。这个是有味道，真的很有效，真的很有效。对，他自己超有自信，全天到晚都说搭排挤他，只有他觉得说跟我们搭很好。没有。原来跟便当自己一起吃。